卖出去了，各位老铁，不用为我操心啊！啊，有人替你们做主了。超级闪的卡，被一个荷兰的老板啊开着大奔驰来的，全款拿下。好，今天讲这个啊，来，刚刚到家的大航海时代，十几万块钱啊，香的不得了，这是 T 型里的头子了，目前是3万多公里啊。2.0T 自动挡，好开好停，长度5.8米，高度2.7米，宽度2.2米啊，蓝牌 C 照，没有报废漆，这台车叫大航海时代。颜值这一块啊，乔翔一直把控的死死的，不用看哦。进到车内啊，电动遮阳棚，电动身顶，四座蓝牌 C 本啊，自动的大天窗啊，漂亮，上面是一个超级大卧室，这个床睡得舒服嘞，通风采光啊，两张床，两个卧室，兄弟们，开个灯啊，太漂亮了，这大床睡两个人啊，很舒服。然后多美达的进口双眼炉灶，然后150升的清水箱，冰箱、微波炉，这边洗手间啊，赛德福德旋转马桶。520安时的磷酸铁锂电池，400瓦的太阳灯板，3000立边器，特鲁玛的空调，特鲁玛的暖风热水锅炉，这边主副驾驶能旋转啊，这里是一个欧式的卡座客厅，大衣柜，兄弟们，这边为什么会有个凳子嘞？拉出来之后，我们可以在这里吃饭喝茶啊，聊天，5个人，大衣柜。这里还能拼成一张床啊，全款198,000，兄弟们，纽福克斯啊，所有的电器都是进口型，看到吗？特鲁玛的空调，特鲁玛的热水锅炉，纽福克斯的逆变器，宁德时代的铁锂电池，欧式的味道啊很浓。目前3万多公里啊，3万多公里，2019年的福特 T 型的山顶。EcoBoost 2.0T 的机器，指哪打哪，动力不要太好哦。车门是两节的啊，因为会考虑到小孩子、小朋友和小动物。我们看到没有？啊，这样锁起来，车门是两节的。哎，正好把自己的小动物关在里面啊，贯通式的大行李箱。欧式的车呢，一定有隐私的纱门、纱窗啊。来，整体看一下这台车。目前3万多公里啊，19.8万带走了，拜拜。